绝对不会。真的，但是毕竟要做模型，杂费应该包含材料费吧？是，我可以带图桌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用机长的。那我去问看。材料帮你买回来了，占1000块，太贵了吧？超工作室，我也是哎，蛮赞的。超工作室，好啊，我看一下。干，白痴哦。